明年大学学测的时间一变再变，而大考中心今天宣布，因为总统和立委选举是定在1月14号，为了避免15号考试会受到当选人卸票等因素的影响，而且教育部昨天也宣布要把寒假提前，所以决定把测验的日期恢复到一开始就规划的1月17号跟18号举行，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这个日期的变动。